第二十七题，汞、铜、银、溴、氢、氦、氯、硫、碳、锌、铁、磷、氧，请由上列元素分别依序选出一大气压常温下为气态、液态及固态的数目各为何。我们看到氢是气态，氦是气态，氯是气态，还有氧是气态，所以我们的气态有四个。我们看到气态有四个呢，我们就已经看到答案了。不过我们把它数完，那么再来我们的液态，那我们的汞是液态，那我们的溴是液态，那我们有两个是液态，那么其他的呢？铜、银、硫、碳、锌、铁、磷。那么这七个呢是所谓的固态，所以它们的气态、液态、固态分别为四个、两个、七个。所以第二十七题问我们说，为气态、液态及固态的数目各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4 2 7。